有时间又去睇戏咁闷？咦，呢只牌子近期啲新闻好红喎，大家都知咩事啦？简直魅力没法挡啊！呢个商场近排做紧 promotion， 不过睇商场实在太闷啦，今晚就睇下呢啲啦。认唔认得呢度系边度啊？市中心嚟嘅，俾啲 tips 大家。大家嚟曼谷一定会去嘅地方嚟嘅。呢一度系市中心，呢、這个场地咧就非常之巴闭嘅。凡系有啲乜嘢庆典啊、节日咧，呢一度都摆晒好多唔同嘅装饰。例如每逢新年喺呢度就会有烟花放啦、啊。又或者不同的装饰啦，泼水节呢度更加是兵家必争之地啦，所有水战咧喺呢度玩到咧，认得啦啩？冇错啦，呢度就是 Central World 商场的门口。今晚同大家睇嘅咧，唔系啲乜嘢街头表演，只不过咧系普通嘅纹身啫。大家都好中意咧睇泰国嘅纹身嘅。而我記憶所及咧，呢一度我嚟咁多次咧，都係第一次睇到咁多人喺度玩滑板，做一個咁與眾同樂嘅活動嘅。好啦，今晚就同大家一齊踎喺街邊，睇下人哋點樣玩嘅。
果有兴趣咪过嚟玩下咯。如果自问系武林高手嘅，更加应该过嚟凑下热闹啦。有网友睇咗我啲片，跟住问我用啲咩 app 可以喺泰国嗰度俾钱呢？咪就系用呢啲 app 咯，呢度系其中一部分啫。